有话就直说吧，我又不是男的，用不着跟我装矜持。你就是华罗，难道我还要给你开张发票证明？我是小龙的女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好多年了，我听他提到过你。 是吗？那真不信，我可从来没听他提到过你呀。你们俩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肯定不了解他，不了解他的生活，更不了解他的人。 是吗？那你了解，你说来听听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吧，瞧着挺酷的，但知道我喜欢 Hello Kitty， 就把家里的拖鞋啊、杯子啊都换成了 Hello Kitty， 也挺难为他一个大男人去买这些东西的。他以前可不这样，可能是年纪大了。 更懂得心疼人了。你看什么？你别瞎编了。他如果真的稀罕你的话，你还用得着来我这儿示威吗？别把自己包得像刺猬一样，你还伤不着。 我也想来杯咖啡。他们这么频繁的见面，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？你别说这个华罗挺有本事的，哪儿都有他。这到底他是个什么角色呀？我认真说，这里头肯定有感情纠葛啊，三角恋。哼，什么案子一到你嘴里就都是各种恋？你别不信，那走着看行吗？ 你凭什么说人是三角恋？不是我这个人感情经历不是稍微有那么微微一点丰富吗？这个女人呐，她一旦吃起醋来，她对另外一个女人的这种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就是特梗。梗？嗯，什么梗啊？这梗吧，梗我怎么给你解释？ 他对你是有一些感情的，又是这么多年没见，不忍心伤害你。我看你也接触过不少男人，在这点上，肯定明白。我无所谓你怎么看我，我就是想多嘴提醒你两句。正房大战小三的戏码我是见多了，就是没见过你这么心虚的。 Hello Kitty 是吧？瞧你那可怜样！我请客，不送人啊！哎，你不信我说的话？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接触过不少男人，他对我是真是假？ 用不着你来告诉我，我相信你也看得出来，我特别不喜欢你身上这一股自欺欺人的怨妇味。站住！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站住！
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。那你最好说点我感兴趣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和小龙在一起的吗？因为我是被拐卖的，而且小龙也是人贩子。你什么意思？瞧你这副见了鬼的表情，你刚才不是挺镇定的吗？人贩子而已，又不是杀人放火。我让你再说一遍。小龙是人贩子，他一点都没告诉过你吗？和他一样大的孩子，开始上学认字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会帮他干爹放哨了。被拐卖的不只是我，还有很多女人、孩子。